今天我就要前辈知道我是不是男人。顾客问一声，顾客我那个有说一说。哎，好。他刚刚做了什么？那可是顾兰啊。我在休息室里发现了有人偷拍的痕迹，那耳麦鞋带那都是有人破坏的呀。刚刚这心跳加速了，这个份上不可能。你等美颜进去。顾哥，啊，什么？哎，都美颜几句。石尚，你不是有什么话要跟顾哥说吗？哦，就是刚才，还有舞台事故，总之，对不起前辈。刚才还一副很拽的样子，现在装倒是怪像。他该不会把我赶走吧？虽然。但是别动了他，好像也不亏。他跟那女孩一定脱不了关系。既然公司有内奸，那就不全是你的责任。你负责把内奸找出来。杨社长，社长，整件事事出蹊跷，我一定给你调查清楚。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你的人格值几个钱？不要把你们这种热血青年的气息传染到我这种满身铜臭味的美丽奸商身上。取消资格吧。等等，作为公司前辈兼董事，我说两句。扬帆起航的少年这个比赛，说到底是公益性质。选手们大都是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我们从社会担当的角度，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你们说呢？顾总，校园行的车辆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随时出发。就到这里，下课。树洞 F 君，顾神居然在老板面前求情，让我们能继续参加比赛。偶像果然是只需要看一眼就可以获得力量的存在啊。梅市长，紧急事件啊，我发现顾兰他在暗中调查你们。今天他在你们学校搞校园行，你可千万要小心。如果身份调包的事情被发现，你的比赛可就到此为止了。那个人真的好像顾兰啊。冤家路窄，可不能在学校遇到他。这不是那天换衣间那个？没追过来了。刚刚谢谢你啊。你想干什么？刚才追你的人是顾兰吧，夏市长？什么情况？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又跟丢了，石城跟那个女人同一个学校，问题果然很大。Oh my god！ 我本来还想着去我妈公司偷拍她来着，结果没想到在这儿遇见她了。哎，你说我跟顾兰是不是特别有缘分啊？你莫不是欧阳老总的儿子？
没错，正是在下夏日成。你女性身份被揭穿的话，你和你哥夏日清的调班计划就破产了吧？到底想干什么？哎，要我保密啊？就看你表现了。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石城，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你给我过来说清楚。顾神，你怎么还特地来学校啦？著名歌手要是被同学看到了，可不太好。他不准备解释刚才为什么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吗？哦，刚刚那个是同学，朋友。他姓熊，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女人是顾哥。我决定了。石城，顾神，比赛期间禁止恋爱。不是，顾哥，你误会了，刚刚那个只是一个喜欢你的同学。对，同学，他就是想来看看你，但是怕自己太激动，所以脸红，吞吞吐吐，多余的肢体动作完全符合地下里被抓包时扯谎的全部反应。石城，你果然正好完成欧阳太子任务了。首先你要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我要一张签名照。所以我能帮我同学要张签名照吗？你可以不承认，但是我会搞清楚。我再说一次，比赛期间禁止恋爱，还有我从不签名。洗澡，过来过来，绝不会是网上说的那样，别慌，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就算是男的也不能看。不对啊，男的你怕什么？真的有事就该直视真实的自己。穿成这样干嘛？石城呢？他的衣服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在这儿干嘛？顾然前辈，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哎。我，那个，我有事跟你们通报。这是让你们快速增加默契的最好方法。比赛开始之后，你们会打乱分组，所有人共同创作。成员们鱼龙混杂，作为还没有踏出校园的学生，我会给你们一些指点，具体的都在这里了。心跳加速，不敢对视，想要逃跑。糟糕，要跟那么多男生住在一起，我的身份岂不就危险了？